主妇肩膀重，经常在往下掉，掉那个吊枪啊，吊枪啊，拿造型往下掉啊，后来人家捡到的人多了一个哦，他们再次确认这个就是天上掉下来的，就是天上掉下来的，还是代表了天，原来他们大的那些雕像啊，代表着天上的意思啊，原来小的掉下来也代表着天上的意思啊，他们终于想明白了啊，想明白了啊，他们觉得好幸运，接到了老天的信息，从那些接轨了啊，他们觉得很幸运，好，好，知道了，哎，再见，哎，再见。